监控人员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们现在有两个画面，看到他有 Pokemon 那个 Monster Ball 的，是徽章宝贝球的，可以别在衣服上那种。对，然后这个是类似水晶球，那可能就有点没用了。这样很直接。然后这个还有，这是徽章嘛？然后跟阿奎很中意的是这个喇叭机，对。好，然后这边又是一个小徽章吗？不用的徽章。然后跟我们刚刚它有一些吊饰啊，别针是不是？骷髅。然后这好像是可以变大的弹簧鼠之类的。哦，小的。所以这就是个公仔玩具，然后吊饰，吊饰。阿罗拉地区的小玩具，我们现在就要开转了，要看从哪一个先开始呢？好，我们准备了很多零钱，第一台就先从阿奎最大的，这个是200块。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太近了吗？好。手上一颗，然后换阿奎，然后再来一颗。哎，我觉得你好像扭到很……真的吗？我觉得很厉害的吗？我想要黄色的，因为这边有红色、黄色、黄色，我最不想要蓝、黄色。我刚刚说我最不想要。哎，怎么有配对？配对啊！它的组合是……我们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，它的硬币有没有？这个啊，完美是这样拿。完美，这样拿，是这样拿，完美对焦法，这样。然后这边跟我们不一样的主题呢，我的是黑白，我的是 jackpot， 我觉得你的比较特别，黄色的，就是皮卡丘的，收起来，下一颗，下一个是宝贝球，阿奎最想要哪一个呢？或者大师跟高级球，这个也是200块。你以为他没有掉下来是不是？好，转旁边有皮卡丘 skin 的，有没有大师球呢？喂，开！哎呦，啊，你的是超级球啊 ！QQ， 我的怎么这么的普资？什么球？你的是这个啊，我的是这个 Premium。那我们来下一个。现在画面上呢，看到阿罗拉地区的这个小吊饰，这些我通通都扭下来，然后来送给大家吧。卡住了吗？要300哦。啊，300块。下来了，再来一次。哎，他不给扭哎，为什么你还有啊？要不要换一个？换一台。啊，搞不好它里面是大奖。好，正常。好，现在一颗，等一下一次开好了。好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谁啊？会不会到时候我跟他们说要办抽奖，然后他们还不想要？转好转满。好，还有这个很奇怪的这个。25公分，这该不是充气的球吧？可能哦。好，那我们来 open， 它的这个胶带真是最为难人的。胃痛少女。胃痛。好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是最难开一个。哇塞！哇，海滩球！我的妈呀！讲一讲，他们原本想要抽奖都不想抽奖了。有五种海滩球，是不是？第六种，你的头。观众不要太得意哦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送给你们的，对不对？真的。小六刚刚说要送给你们，所以期望他抽到好一点的。来来来，要完美完美拍法，好不好？完美拍法。它是这一系列，其实还有无尾熊，还有阿罗拉地区的地鼠跟内丘。我好像抽到最丑的。但我好像抽到没有，我觉得最丑应该是那个宝石海星。海星星，因为海星星很不知道干嘛。进化成宝石海星啊，手道馆啊。对，我觉得它这很难开。哦，是闪电鸟。我每次拍法。可以吗？还不错，这是里面目前最好的奖了吧？嗯，对对，佳佳。
王吧。哦，帝王超可爱，那你要帮扭一颗？要。我要再赌一次鲤鱼王。你看看你旁边扭到的那些，你跟我说你要赌鲤鱼王。你看看这些，你跟我说你要赌运气。对。你今天有运气吗？对。这个很可爱，笑死我！这个是你抽到最好的吧？我觉得。Unbelievable， 组合是。这个很可爱啊！这我要收，五十收。回去要五十收。这是北区哎，这很可爱啊。阿罗拉地区。王美士，王美士，第四颗头，第四颗头有没有？阿罗拉地区耶诞树。装不上去，我觉得这个人呆呆的。好好，各位观众，阿罗拉地区椰蛋树登场，嘉江手不够大，抱歉。那个很可爱啊。转一圈，转一圈。好美，转一圈。啊，这个好精彩哦。其他的看一下。阿罗拉地区的六尾、九尾雷丘，是不是？还有嘎啦嘎啦。UZ， 你来这里 UZ。 耶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短蛋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？想要椰蛋树，我们来开个留言串来抽奖吧。那要如何追踪阿葵呢？在搜索寻内子恭喜葵，或者是在 YouTube 上打小葵就有咯。好的，那喜欢影片别忘了按下喜欢以及订阅频道啊，我们下